各位弟姊妹，你哋好。今日咧系虎年大年初一，我首先祝大家虎年新春大吉，身体健康。我哋咧送走咗牛年，踏入虎年。大家有冇谂过咧？牛同埋老虎，其实咧有咩系相似嘅地方咧？有冇谂过啊？我觉得佢哋嘅共同点系力量，因为有一句成语系九牛二虎，一句成语系九牛二虎。大家谂下，九只牛加埋两只老虎嘅力气，就系非常自大嘅力量，系咪啊？九只牛加埋两只老虎嘅力量，非常好大嘅力量啦。所以咧，有人话咧，一只牛嘅力量咧，相当几匹马力量。东北虎撞击嘅力量咧，大约有成1000公斤。所以咧，各位弟兄妹，罗虎同埋牛嘅力量咧都好犀利，而我哋咧都好需要有足够嘅力量去生活，系咪啊？我听到有人要去接受训练，点解啊？要提升个人嘅力量，亦都有公司安排搞活动去提升团队嘅力量。其实咧，无论体力或者精神力量都系重要嘅。不过咧，各位兄弟姊妹，我哋真正嘅力量喺边度啊？我哋嘅真正嘅力量系嚟自天主嘅。所以咧，圣经唔同嘅地方都系提醒我哋，天主先至系我哋嘅力量，我哋嘅真正嘅救援。好啦，圣经里面咧，哈巴谷先知书第3:19话咧，我主上主系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右与六脚引我在高处步行。仲有呢，圣命28:7系佢哋话呢，上主系我嘅力量，我的护佑，我对他全心依赖，必获辅助，为止我满心欢喜，赞颂歌舞。所以呢两个状态，我哋更加会明白多天主先至系我哋嘅力量，我哋嘅真正嘅救援。各位弟兄妹，我哋嘅基督徒需要力量，系咪呀？所以呢，唔需要罗虎或者牛嘅力量，所以呢，唔需要卖运程书去抵虎年运程，去睇点样追吉避凶，去抵点样波波高升或者财运亨通，而系我哋要应该咩呀？我哋要信教天主，同埋睇到啲圣经够啦。尤其是咧系新嘅一年开始，大家要了解天主嘅旨意，同埋咧佢对我哋每一个人嘅计划。就好似今日嘅读经一，天主原本就俾咗援助父母，就好似今日嘅读经一，天主原本就俾咗援助父母一个美好嘅计划。咩计划呢？天主按照自己嘅肖像做咗援助父母，同埋祝福佢哋话，你哋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嘅鱼，天空嘅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天主创造佢哋，亦都俾佢哋一个计划嘅。天主对亚当亚话，计划就系生育繁殖，同埋咧管理万物。可惜亚当亚话冇听明，冇去实践天主嘅计划。去到新约时代，耶稣同埋圣母妈妈咧，即系话咧，新亚当同埋新亚话就完完全全咁去圣行天主嘅旨意，同天主救恩嘅计划合作嘅。
所以呢，今日呢福音呢话俾我哋知，那照亮每一人的真光正在进入咗呢个世界。因为耶稣降生圣人，实现咗救恩嘅计划。另外呢，天主派遣咗耶稣前归约翰使者为给耶稣作见证。当有人问约翰是不是墨西亚，他很弹性同埋谦卑地说不是、哦、还说呢自己不配帮耶稣解鞋带，更加呢一听到耶稣的声音，我的喜乐已满足了。跟着他说，他应该轻盛，我却应该衰微。各位弟姊妹，大家愿唔愿意呢学习约翰使者咁接受天主派遣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呢，从而得到呢份满足同埋喜乐呢？各位弟姊妹，今日呢係大年初一，好多人呢鍾意为新嘅一年呢祈福。我哋基督徒都会举行网上弥撒啦。我哋呢基督徒都会举行网上弥撒啦，供在一堂向天主求一祈求又好好嘅开始啦。我鼓励大家呢同埋呢小朋友都为今年会计划一下。我哋呢要热心祈祷啦，同埋同天主倾偈。我哋要聆听天主嘅圣言，认识天主对我哋嘅计划。我哋呢仲要呢祈求天主俾我哋嘅力量同埋容许圣行天主嘅旨意。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小朋友，天主就对我哋每一个人嘅计划都唔同嘅。特别呢做爷爷、做父母、做子女、做学生，係有唔同嘅计划同埋角色，係唔同嘅环境。譬如呢屋企啦，或者反观嘅地方啦，学校都有唔同嘅工作同埋目标。同时呢，我哋全部都系天主嘅仔女，系教友呢，所以呢有三嘅职务，记唔记得㗎？我哋即系君王、先知同埋侍仔。所以呢，我哋呢都要下定决心，努力喺自己唔同嘅生活里面活出信仰。各位弟姊妹，上年呢牛年啦，我哋遇过好多困难，但系呢我哋都跨越咗。今年虎年，我哋未必完全冇困难，就好似而家有疫情咁。不过就算系咁，我哋唔使惊，系咪呀？因为天主系我哋嘅力量，因为鬼子俾我哋信望爱三德支持我哋嘅生活同埋向前行嘅。所以我哋唔使惊，系嘛？我哋嘅力量系边度嚟㗎？系天主嚟㗎。所以呢，佢会俾我哋继续俾我哋信望爱三德支持我哋嘅生活同埋呢向前行嘅。最后呢，系天主真光照耀之下，我哋更加可以做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嘅。所以呢，我而家祝大家个个都鱼龙似虎，呼呼生威，希望我哋好有活力，咁去为天主作见证，动全福音，令全世界都充满上主嘅慈爱，齐声颂扬上主。天主保佑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天主保佑，祝大家身体健康。